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元始三剑，告诉你，你破不了我的灵光甲。灵光甲又怎样？宁缺说罢，便又一剑朝着夏侯射去。只可惜夏侯早已突破了五道巅峰，这洞玄境的元始三剑对其毫无威胁。宁缺早已算到如此，索性三剑齐出，剑矢中境夹杂着道道符意，正是神符师颜色灵中之际，交给宁缺的景字符。嗖嗖嗖嗖，接连十剑射出，虽被夏侯尽数躲避，可空气中的天地元气忽然被撕裂，形成无数湍流，伴随着第十一支箭射出，那缥缈虚无的符术境凝结成印，那夏侯所处的空间之中，居然形成了一道由景字符组成的大阵，想不到洞玄境界的宁缺，竟然绘制出神符师才能画出的神符。宁缺居然能想到用剑意来画。 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道符。我家小师弟确实不凡。本以为这景字符能困住夏侯，只可惜终究是低估了夏侯的实力。五道巅峰的强者从来不是几道符术便能禁锢，那本命长枪竟幻化成术法，一拳落下，力量恐怖如斯。这景字大阵竟在瞬间破裂。符画的真好看，这是你最后的一支箭了吗？ 没想宁缺压根懒得理会，这最后一道元始三剑，其准心竟未对着夏侯，而是朝着湖底激射而去。夏侯还不知其为何意，却看着冰冻的湖面竟突然开裂，顷刻之间火光冲天起，冰面迸裂，呼和劲符，火光大作，气浪狂卷，凶猛的火舌将夏侯瞬间吞噬。那轰隆的爆炸声响彻整个雁鸣湖，原来宁缺和桑桑早在数日之前便在这雁鸣湖中投入了大量火罐，为的就是要破去夏侯身上的明光甲。 且难道在这破了阵法？当然，你可别忘了我们书院的七师姐是干什么的。只是五道巅峰终究是巅峰，这必杀之的利器竟也在此刻翻了车。明光甲隔绝了天地元气的冲击，这夏侯仍旧毫发无伤的站立在原地。你现在还有什么招数？后山的颜色的，你全都用尽了吗？别忘了，我还没有出手呢。就看宁缺嘴角一歪，当即冷哼一声：“我还有一把刀。” 只见身后那坡刀呛亮出鞘，这细长沉重的坡刀身上篆刻着两位铁匠师兄毕生的绝学，只是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只手灌主亲自替夏侯打造的长枪，早已成为本命物与夏侯融合一体。荒原魔宗的强者从来不会惧怕近战的交锋，雄魂霸蛮的武刀力量，竟险些让宁缺命丧当场。眼看如此必败，宁缺也不敢再留手，将体内那浩然气灌入气海雪山，一道磅礴之意从其身上迸发。宁缺啊，终究还是入了魔。在那荒原魔宗传承的浩然剑气，此刻再也无法压制横劈。 术砍、斜刺，招式连绵不断。就见其速度愈来愈快，黑色魔气从身上溢出，所过之处道道残影，每一式都蕴含着浩然剑气的无尽威压。夏侯初时还有些许惊颤，待到交手数百余，便已是摸清宁缺的攻势。再到宁缺闪身袭来，那王霸一枪扑哧刺出，正正的扎在宁缺的胸膛。你又不是柯浩然，能奈我何？ 就看这鸣枪一缩，将宁缺重重的砸在冰面，一抹嫣红从宁缺口中喷出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宁缺败，毕竟其已黔驴技穷再无杀招。他有叶青惊讶的看向叶红鱼，他哪里会知晓自己这妹妹竟然胳膊向外，早已将剑圣柳白的大河剑意传至宁缺。就看宁缺将坡刀砸与冰面，扬天一声怒吼咆哮，磅礴的剑意如同激流般奔腾而来，如狂风骤雨，如雷霆万钧，似要横扫九州，劈开苍穹，碾碎山河。仅此一刀，竟让夏侯感到一丝恐惧。若不是因为宁缺只是洞玄，恐怕这一刀之威。 已无人能挡，就看两人同时跃起，那坡刀挥舞，身形鬼魅，先破云，再流星，一套连招如大河奔流，就如同滔滔浊浪自天而降。夏侯此刻再也无法抵挡，身中数刀垂直摔落冰面，那坚不可摧的明光战甲终于被宁缺划出一道裂痕。这不是刀，这的确不是刀，这是大河剑意，陛下，这公平吗？